虔诚的心不分年龄，白沙屯妈祖的庇佑也不分地域，数以万计的信徒沿途餐风露宿，只为了来陪妈祖走一程。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从市井小民到学者专家，从成千上万的老弱妇孺到人文艺术的舞蹈家，更有远渡重洋而来的外国友人。位于北港近郊的北辰派出所前广场，早已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准备与妈祖銮轿会合的信徒。北港信众为迎接白沙屯妈祖的到来，特地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餐点供信徒享用解劳。传统义阁义阵亦陆续前来集结，准备稍后迎接圣驾进入北港朝天宫。历经四天三夜的星月奔驰，白沙屯妈祖婆终于率领一路相随的虔诚信徒抵达北港近郊北辰派出所。经过短暂的停驾集结整队后，队伍终于浩浩荡荡地进入北港镇，向朝天宫挺进。沿途当地的信众焚香祝祷，礼炮相迎，人群挤满了整个北港镇。在信众与北港人浓浓的热情中，正午时分，白沙屯妈祖銮轿在数万的信徒欢呼声中，经三进三退后冲进北港朝天宫。万众齐心高声呐喊，进啊进啊进啊，迎请白沙屯妈祖进入北港朝天宫，接受信徒瞻礼朝拜。当天下午两点半，备妥三牲祭礼，举行拜天宫仪式。随妈祖南巡进香的信徒，历经长途跋涉后，纷纷先行沐浴更衣，再前来一同参拜、焚香祝祷，叩谢天地神恩。
夜幕早已低垂，正是白沙屯妈祖一年一度北港朝天宫浴火仪式的重要时刻。仪式由朝天宫住持法师主持，首先诵读炉香赞，奉请天地诸神浴会共沾法喜，由法师及白沙屯拱天宫执事委员持念吉祥文书，以祈求圣母慈悲庇佑植福。又称为歌火或合火，它是借由香炉内火苗的地引，以达到神明灵力的加持与延伸，再以火勺掏引到白沙屯拱天宫的火缸内。这种火苗的地引象征妈祖的万年香火流传不绝，光明不灭，而妈祖的灵力更借由这一年一度的合火仪式达到法脉相传、永不退转的意义。在进啊进啊进啊的欢呼声中，白沙屯妈祖被信徒迎请上轿，准备回家。天际尚未破晓，夜色已降，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白沙屯妈祖銮轿经三进三退仪式后，快速冲出朝天宫，带着盛满香火的香担往回乡之路前进。离开的路上，北港镇民纷纷前来相送，许多人群匍匐跪拜于地，排成了无止境的人龙，钻轿底祈求妈祖赐福庇佑。热情的北港人用缭绕的香火与烟消四射的炮竹照亮整个北港夜空，依依不舍地为白沙屯妈祖送行。一年一度的徒步进香行程已经完成重要的使命，接下来便是日夜兼程赶路，回到妈祖最心爱的故乡白沙屯。
远在西罗大桥尚未兴建以前，妈祖銮轿必须渡浊水溪过岸。时至今日，当进香队伍通过雄伟傲岸的西罗大桥，我们对过去不免有着更深的缅怀。数百年前，浊水溪畔一片浊浪滔天，白沙屯妈祖率领信众绵绵辽溪走过。百年后，红色巨桥矗立浊水溪，妈祖依旧如期往返。岁月如溪水，不曾流逝，妈祖救世之心也不曾停歇。唯一改变的，只有如潮水般的信徒从红色西罗大桥上走过，形成美丽动人的景致。为此，进香古道见证百年风霜。总会发生许多令人啧啧称奇的事迹。今年白沙屯妈祖于前往北港途中，在大甲镇澜宫停驾，回程中并驻驾镇澜宫，与大甲妈祖欢喜相聚。两位在台湾广受敬仰的妈祖娘娘，如同情谊深厚的姐妹，欢欣会面，似乎是在提醒世人勿忘神明典范，要以互敬互爱之心永世和谐相处。您说什么呢？